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呢要做一些事情啊，废话，不然干嘛要开始啊？不然干嘛要连载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今天呢就是呢要稍微大便，剪一下，现在的大便都非常的稀有啊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呢？这就跟我待会想要做的东西有任何有所关联，好不好？这边有没有便便？有，捡起来，捡起来。啊，非常的有关联啊，我告诉你，原因非常的简单啦，就是因为老头呢，现在开始呢，要开始耕田了。为什么要耕田呢？因为呢，在这个方舟世界里面呢，有一些果实，有一些蔬果呢是没有办法采集的啊，只有大致上只有从种田才有办法获得。那老头呢，这次种田的话呢，打算想要把田呢盖在这个下方啊，各位看到那两个踏板了没有？老头呢，想要在这个踏板左侧呢第一层再加盖，延长过来至少来一个几公格左右吧？怎么又有屎可以捡的是吧？我怎么听到屎的声音？是你吗？你是不是拉屎啦、啊？来，果然啊，藏着屎不给我，哎，好意思藏屎是不是？啊，反正呢就是要把它延伸出来之后接一下水管，我们要开始种一些蔬果了。啊，因为到后面有一些道具需要用到蔬果，像是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做兴奋剂也需要一些柠檬、什么胡萝卜、驯服马啊，那个古代马也是要胡萝卜之类的，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素材啊。那我们呢必须要做。那在这做之前呢，老头呢打算在这边做一个饲料箱。啊，因为呢要做饲料箱，我们才有办法确保他们不会饿肚子啊。因为他们基本上我有把他们的倍率调低啊，那个饥饿度啦，饥饿度我有调高，所以说他们饿很快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？原因非常的简单。哦，哎，对哦，这个是解除那个限制的，哎，那个栏杆不是这个啦，应该是这个。啊，先不管了啊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？原因非常简单，是因为我不是把药给拿掉了吗？那为了节省他们肚子饿的时间啊，我把他们肚子饿的时间缩短，应该是说简单来讲，就是让他们容易肚子饿，这样子我驯服才会比较快一点。不然的话，用预设值，我告诉你，一只雷龙至少要半小时到一小时，好不好？所以说相对的来讲，他们现在很容易肚子饿，他们降这个第二度的时间还蛮快的，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降。哦，他们现在是，哦，这个是因为已经驯服了，所以说呢，已经驯服的状态之下，所以说他们掉的速度会比较慢啊，是野生的会掉很快啊。那我们现在赶快做一下这个肥料箱吧，肥料箱在哪里？好，我们做一下肥料箱，肥料箱，哎，我刚不是学了，哎，我刚刚不是学肥料箱吗？肥，哎，有了，我们做一个就好了啦。哎靠，不是啦，肥料箱是拿来做肥料的啦，我在干嘛？啊，没关系，这个到时候也是要放在下面，我们现在先做也没差。好，我们再做饲料箱哈，直接打比较快。饲料槽啦，饲料槽我们也需要哈。饲料槽的话，我们来看看了，这个应该是在杂箱内吧？哎，不是，饲料箱是在哪里啊？建筑吗？嗯，啊，耕作不是，哎，到底在哪里啊？茅草吗？不是，木头储存找到了，需要八个金属哦，我们做一个应该就够了啦。哎，这边全部都烧完了是吗？还是木头不够？啊，看来是木头不够了。木头不够的话，你再分担一点，够不够？全部都不够了，我要去弄一下木头了，烧不够啊！来来来，至少打个1000个好了，顺便收集一下茅草。茅草可以拿来做肥料啊，那我的肥料箱应该要至少做3-4个，才有办法应付大概六，我可能会做6个田吧，或者是9个田。哦，至少啦，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做。哦，柠檬跟胡萝卜还蛮重要的，这两样真的很重要。然后我马上就负重了，搞什么？为什么要负重呢？没关系，可以移动就好了。
然后等一下赶快做一下饲料箱，不然他们会饿死，他们绝对会饿死。久而久之就会喘起来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忘记把那些不要的东西放仓库了，我们再做一个仓库出来好了啦，烦死了。我等一下看一下这个仓库要放哪里，不然的话麻烦。这边摆一个了嘛，我们可以这边再摆一个，这样两个仓库。啊，算了，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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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摆这边，呵。好啦，这样就有两个了嘛，我们可以把一些必要的东西丢进去。太碍眼了，草帽我们已经有了，原来种的是铁啊，难怪。好了。我们现在呢有饲料箱了嘛？有没有饲料箱还没做？有了，可以做饲料箱了。把饲料箱放在里面好了，这样他们应该都吃得到。然后我们就比较简单一点的放在这个地方，把我们的肉跟我们的随便的一个果实丢进去。这样他们应该有在嗑吧？有，他们会显示那个饲料箱的那个图案。哎呀妈，他每一只上面都显示饲料箱。啊，就代表他们有在吃。哎、欸、啊，这只到底有没有？而且是有，范围还真广啊！啊，连蝎子都有了。这样它有课吗？我很好奇，蝎子是不是？蝎子是吃腐肉，对不对？他们会不会克腐肉？哎、欸，会。我连腐肉都要摆啊！天啊，不然他们会饿死啊！再克，再克。哇，这需要很大的工程呢、欸。我来把我们的肉稍微分解一下好了。哎，会不会那个靠腰我断了 ？2000 years later。好啦，刚刚很扯的哈、哦，突然宕机了、哦。好家在我的那个录影的那个影片档还保留着，不然的话整个大宕机，我看我要重录了。哦，还好，我们稍微把进度稍微赶一下哈、哦，先丢一下让他们吃。哦，这个肉已经分开了，所以说应该不会再宕机了。啊、哦。来，果实通通拿去给你们啊，怕你们饿死。哎、欸、啊，我的另哦，这边还有肉，300多块，感觉不太够哎、欸。我们找一下牛笼好了，牛笼里面超多肉的，真的1900多个，这放这里绝对够他们吃啊，这范围超广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、啊，那个1000多的肉在哪里？找到了，2000，来。让你们吃的津津有味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准备做这个踏板，然后不是踏板，做这个地基，然后开始做那个田哈。那在这做之前呢，我们要去驯服一下剑心象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原因非常的简单，哎、欸，让我们那个大便都不见了、欸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到时候我们大便就要靠剑心象了。哦、啊，我们只要抓了剑心象之后呢，然后给他多吃点白果。它就会疯狂铲屎，然后那个屎就可以拿来做肥料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首先要去找一只剑心象来会会哈。我觉得我不应该用走的、欸，我们应该是要用我们的阿根廷去寻找会比较快才对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先走回来哈。好，我们有了剑心象之后呢，万事都 OK 啊。这个人不要理他啊，他是时代的眼泪。Go go go！ 来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剑心象，剑心象，看那边就一只了，好不好？那边就一只了，好不好？中看不中用的家伙，来，应该是拿麻醉了吧？母的，哎呀，我靠，这是跑超快的，我很怕射到雷龙，射到雷龙就死定了，千万不要射到雷龙。哎、欸，歪掉了，跑什么 ？None。有了，这只是我的。我们先带一只回家就好了啊，肉刚好全部坏掉了。然后我想一下，因为它宝石度掉很快嘛，我设定掉很快，所以说它被驯服起来的速度也非常快。然后这三角龙不要一直跟我晃啊，果实我全部都拿去丢了，真麻烦。没关系，我们现采，现采就好了。吓我一跳，我想说再转角而已你就醒来了，你会惊死啊！转角遇到爱啊！来，应该会克有啦，降低驯服值，降低这个饥饿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不是，加快这个饥饿度，驯服的也很快，根本不需要什么药，你知道吗？完全不需要。你看我抓到了，然后他一起来就吓到出屎了，有没有？来，把你带回家。
好，我们顺便做一下建新乡的安好了。建，我们先学一下建新。对啊，我们直接打一个像好了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，有的。需要的材料非常的简便啦，我们可以立马学。哦，安在哪里？这是床。哎，啊，没有归类为安了，这一个哦，在这里，是这一个吧？没有错。来，赶快学一学，直接给它装上去了。然后之后它还没升级，所以说我们不能那个升的有点慢了、啊，等它升级点负重，我们才可以骑上去啊。不然现在我是上不去的、啊，它太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重量了、啊。哦，可爱的象象哥，你看它那么 happy 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们阿根廷呢，在这里啊。象象哥，快点过来，象象哥，请你到这边来。Good boy， 来，这是你的床位。啊、哦，虽然本来是牛龙的，现在变成你的了。好，你过来一点。没有错啦，请你停在这边。好，我们现在没有白果嘛，我们先来试验一下好了，看它拉屎的功能是不是还在不在。我们先去找一下我们的雷龙。雷龙嘞？哦，还在还在。我们雷龙超乖的，有没有？白色果实，有2000多。哎，我们黑果顺便拿一下好了，到时候可以做一下麻醉啊。哦，麻醉都忘记做了，让他在那边闲置着。算了，没差啦，有需要再做就好了。目前为止，我现在是不需要了。哦，因为又有大便了，可是感觉不赶快丢到肥料箱啊，他马上又要开始那个了，马上开始要损坏，所以说我要赶快做一个肥料箱。对，先做一个放这里啦，比较方便啦。来来来，这是肥料箱啊，饲料跟肥料放在一起，会不会交叉污染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来，大便丢里面啊，再丢茅草。我记得这样子就可以啊，对，茅草的粪便就会变成肥料了。好了，太好了。哼，感觉好像他们都在吃大便那种感觉。好啦，那我们来试一试哈。我们不要给他太多，我们大概给他个30个啊，给他狂嗑，他应该会大便。快点啦、啊，我给你吃这么多白果了，你要不要来拉一下屎啊？哦，是要按一啊，难怪。等一下，再一次，我刚刚连续点左键滑鼠，他没反应。哦，有没有？哦，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，すごいね。すごいね，大便制造机是你，还没完啊，恶心，有被屎喷过吗？啊，答案是没有的。现在让你看看什么叫被屎喷过，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子啊。这个待会就会产肥料了，产完肥料我们就可以拿来用。那我们现在赶快立马，废话不多说哈，来开始盖了。我在想要怎么延伸会比较好。在这之前，我想要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放仓库啊，不然的话实在太重了。像这个果实，栅栏不用，地基也不用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这个 OK， 我们要选择木头啦，比较麻烦一点。木头类的在这里，可以做多少？做一个。好，不管了，先上就对了 ，Go！
好啦，那我接下来呢，我们终于把这个东西给盖好了哦。哦，其实是有点麻烦啦。那稍微盖了一下这个长梯，哦，可以从这边直接爬下来。然后呢，我们稍微往上面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大概长什么样子哈。我先往上爬一下。OK， 我们上来了哈。那这就是我们大概弄了一下这个九宫格的这个田地。那这九宫格一边种柠檬，另外一边应该是会种那个胡萝卜。到后面如果还有其他要种的，我应该会再往上面延伸，往这个地方延伸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延伸之后呢，应该还会再种别的啊，有需要再种啦。目前是先柠檬跟胡萝卜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去找一下我们的雷龙哥哈，我们骑下我们阿根廷军啊，我们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呢都拿一拿，都开始种田。好，然后之后再对他们施肥啊！我不知道我们肥料好了没啦。如果肥料好了，可以直接丢进去啦。啊，肥料比大便还要够营养啊！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的。啊，我们还有玉米没有种，那玉米之后再说。我们先来一个柠檬好了，柠檬跟胡萝卜啊，这两个我们先弄，其他的其实不重要啊。像是什么红、什么其他果实啊，红色的、黑红红果、黑果什么的，那些雷龙采就够了。哦，只要雷龙就够了啦，不需要其他多余的那个多余的种植啊，那多余的种植是浪费时间啊，我们只要种蔬果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我们现在越来越有牧场物语的概念了，我觉得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边就种胡萝卜吧，啊、哦，胡萝卜，这里用胡萝卜。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施肥够不够。不够的话，我们先用大便来填一下好了。先用大便填，然后它下面要写温室加成哦。这个到后面的话，我到后面到了后面的一些高科技，我们再开始使用温室啊。现在没办法，我们只能用这种本土炼钢的方式慢慢的种。啊，温室那个还要倒有玻璃，玻璃需要有水晶嘛。我们现在连水晶都找不到，比较麻烦。啊！但是我们现在又很需要这些蔬果，啊，这些蔬果可以让我们抓马，然后做一些烹饪的东西，啊，到后面没有意外的话呢，我们可能就是来一个烹饪，学一下烹饪，啊，看一下可不可以做一些很好吃的那些什么牛排啊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好啦，大致上先这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全部都播种了，只差施肥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肥料箱够不够啦。来，肥料箱，有没有肥料啦？看来是没有的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啊，大哥，为什么这么久都还没有直接产呢？我难道做错了什么？茅草加粪便啊，没有错啊，啊，怎么产这么慢？算了，我们看一下剑心像好了，我们直接丢大便给他好了。你这个小坏蛋啊，直接拉了一坨屎。来，还有没有大便啊？哎、欸，我身上就有两坨嘞，啊，抱歉了，只能先让你们喂一下大便了、哦。哎、欸，奇怪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、哦，这里啊，哎、欸，不对 啊，我白果去哪里啦、啊？我把我白果放哪我都忘记了，我记得我不是有很多白果吗？不在我这里啊，哪里搞？等一下，我白果放在谁身上？我的白果嘞？哎、欸。啊，会不会那次当机白果没有拿？没关系，哎、欸，会不会在仓库里面？我老人痴呆了，白果实在那里。不，哎、欸，在这里找到了。来，我们只能这样子啦，至少要18颗大便。快拉，快给我拉，越多越好，谢谢。
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最喜欢你的大便了，请叫我捡屎高手，这样够不够啊？十二个，一二三十二，算了，我们再给他六个，一，六个六个六个，一二三四，再一个再一个，谢谢啊，有多出来的没差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大便的效果如何啊？虽然应该不比肥料啦，好不好？好烂哦，7500而已，我觉得应该一下就没了。先这样，先这样，不管了，能中就中，是不是？还要一个一个放，这麻烦。哎，这个没放到，俺是耕田的，方舟版牧场物语。是不是？只可惜这个不能产去卖东西而已啊，就是只能产来自己用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，孤单的老人一个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快快长大 ，Go！ 哦耶！好了，全部都施肥啦啊！希望你们快点长大，你看芽马上就生出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？哪里搞？马上就发芽了，见鬼啦！好恐怖哦！应该是……我靠！好吧，我觉得转眼间你们马上就要蹲打狼了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会吓死，真的会吓死人。OK， 我觉得今天就先到这里了。我们成功盖了一个类似就是啊小小的平台啊，种一下我们要的这个植物。然后呢，又去抓了一只歼星象大便制造机，然后又盖了这些毛，这个饲料箱跟这个化粪箱，啊，还没有产出肥料，有点慢，好不好？那今天这个行程差不多都到这里结束啦。OK， 那今天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见啦，拜拜。